my friend， 还有，我跟你说什么？每个人，应该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就有那种的楼铺来的。因为我对你说，听说我的朋友都说那么麻烦啊，怎么容易吧？我问你了，对，把一粒两粒很容易拔出来，但是有没有想到啊，当你拔多多的时候，整个背不一样的。你看我用了多少时间，不然为什么？因为你拔得很痛。其实我想刚刚想到的就是用这个方法，然后呢你要怎么拔准备这个合谱啦，还有什么都可以，你自己用自己的比赛，你认为适合的你用上去没问题的。那么人怎么用呢？因为你拔一粒两粒是很简单很好拔，你因为跟其他不一样的，但是你当你拔得多的时候，你拔得多不会浪费很多时间。我没有说呢，但是我的手不会很痛，不会痛，所以 我很简单，就是你怎么用啊，用这个，一个是钉来的，一个尾巴来的，然后呢插进里面，然后你用不会找出你手出来，跑出手出来，那你到了，可能有些是不太软的，不太新鲜的，给包了，然后呢，把真的拿出来，为什么很简单？不是。如果你去尽力还没所谓，但是要拔定杯的话，我相信你的手指明天就会痛得要命的。就是我用这个方法，这个夹扎合谱的很容易的，很简单的，用个点点，因为太软也比较难嘛，尽量这样按包了，包了就之后将剪掉。因为不只是省时间的问题，因为不会痛啊。当你的手拔很多很多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痛的了。然后呢，我示范给你看啊，一个钉来的，一个尾巴来的，咁你卡在里面就中间，将你逼爆来，逼爆来。如果夹不到个爆呢，没关系，我拣得小啲嘅，咁最前边。一个尖尖的最前边，夹一下也可以。你那别打了，怎么样？拎开它开了。你说容易的也是不太简单的。因为做什么东西呢，我也想好好令到自己做得更快更舒服，就是用那种东西来帮自己。你看，那个东西卡进去，包了先。因为它跟荔枝啊，跟什么都不一样的。因为马来西亚跟新加坡，因为我去香港的时候，看都没有看过。我好喜欢吃的，我还有这些你们这些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吃的那种水果，别的国家我不记得。OK， 拜拜。